在这地母亲啊，儿郎爬了铁地梁，兄弟俩相聚于屋，作序而来，真是就在爹爹手吧，让我兄弟俩人一拜，真是言笑天齐秀中，老爷请上，虚位吃一把，也遇一把。老爷，你家未必为此告退，地龙地府弟弟再不一同参与，当住！二姐妹，不不不，两位此免礼，请也罢。刘大师，陈大师，今日来到政府，我必出愿你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哪里哪里，今日本是你谁当之事。老夫百岁来自请不见鬼，去滚去一滚啊，陈大人，老夫每次来单他为你百岁儿啊，是不是都操心了？哪里哪里，你我同朝为官，写上一份礼，你乃是理应当着，来来来，大人请上，请我一把，言语一把。一笔高子为父，干嘛今日为我背去而来，另给妾子背去去而归，这岂不要高草你了？哪里哪里，家园休下去得快去，那老夫亲不可吃了，请
就当九年之人，但这两位臣顺得英勇气概，相貌堂堂，不知今年多大了啊？在老在大，真好的年龄，不知可怎配分啊？光明的人尚未配分，哦，那最好也没有了。实不相瞒，陈大人，我家有儿女，你能与两个丞相法，我有心想将女儿终身下去，不知大人意下是何？这个嘛，儿啊，你们为尊叔王去吧。是你。刘太子，但今我儿光明正娶，在上门就请，现在忙亲自万走。啊，陈太子，我看臣相貌堂堂，官府文职，何惧在宫门面子？陈太子，老夫有日相许，难道你因我家女儿得日不成？叫我他女只是儿女情字，现在我不想再的。哦，那么非陈大人有一块老夫妻？不，叫我他女，叫他女，只算叫我他女，只算老夫有心相爱，为何不用此正分子？我方才不是说够了，年纪大小。好，年纪大小，我看遇到是暖大当分，雨大当家。只算你儿子十六十八，你给成分最好呢。刘太子，我儿光明明正，分子万高。陈大人是哪里往来？臣儿他文不尽能，文无上去，不及在光明两次。李大师，此事向我儿光明正去，自认为登门正亲，这种亲事太糟了。哎，不管早与不早，老夫有心相识，待我免此年根。哎呀，这我女儿的年根八字，哎，这个清苦，这哎，还要仔仔的。陈大人，今日当下奉旨，我三十个月请双亲姑父。啊，不必如此，告辞了，来。女儿来又容易而来，要把女儿终身许进我儿为妻。至今他先出年根，万一定三十年送亲过门，我儿定算不为大意。此时我要与夫人同上同贺年。正一道墙，稍有几位大壮
凤梨万宝家三岁龙，要尊要大四百花百笑无惧，柳眉去弟弟柳奔着采草本酒，娘亲早往楼下姊妹一上，想我们常常百事有你接连三套，生生多色官家之后，想不尽荣华才不尽富贵，真的是奴家心想出外于外，苦中听到白玉玉人指指点点，直到我家弟弟乃是堂堂见证，羞得奴家不敢再跨出门外，于心心想劝告弟弟改改心想，真乃是弟弟为大女儿为小，女家不能以小外傻，思想起来好似在门上呐。知知他是何心想，倒不妨待我相会之时，姊妹商量商量。有请知知来也。好妹妹，知知，但不知相亲何时？知知呀。你我虽是官家之后，真乃是只管滴滴不给，要被身家大人滴滴是他前程，我们是小前程，你说这烦不烦，愁不愁啊？妹妹，虽这是旁人之言，身我家弟弟乃是大大的前程，弟弟为他我们为想，我们不能怪他。你来看，看是一不张，还是气面上上，吓得你来才去问哦。那何不杀成弟弟开心，气面上上，众心全起，叫声姊姊，妹妹，随我来。
弟弟为夫来了。谢弟弟，弟弟亲自为父引我是伺候了大小女儿，你明狮子来了。亲自人生百岁百为无相日你知道叫女儿许配，不知许配哪家之子？成家之子，成龙成夫。什么？成龙成夫？真是起来！芝芝呀，妹妹，你可听说了？那成家年不能是大大重量，要是弟弟实体句句实真，将我们众生许到成家，倒是你我的福气。妹妹啊，你倒是福气，人家都说我将来是大大举证，人家呢是重症，再一道重症不配，还是弟弟更先，只是劝劝于他。此次何必挂念，弟弟更先问过清楚，你去问呢。啊，弟弟，女儿。难道你说的是真的？怎么会假的？三天过后，双亲过户。送亲？是啊。对的，不对。据说你家儿终身许到成家，只有男家彩彩当当来的，哪有女家送上门的？女儿，你们不知啊，是我吕家高成家的。双亲姑父仗仗成家的威风啊，这弟弟啊，为儿许配终身，上儿感激万分，只是今日也有一事。什么事？讲吧。弟弟扶摇女儿恩情深，儿报父恩礼给应，怎奈是女儿堂上一插门，被人家骂作是小奸臣。今日里还想劝劝老父亲，可非是忠心耿耿为朝廷，是等你女儿嫁到成家去，谁得那生人朝中大事，这方言大事呢，与父母之子姊妹俩为做女的准备好妆礼。弟弟，弟弟要是与同成家你把忠心一片，儿家人们光光彩彩，体体面面，要啥不算。而家到成家，也要陪人担家，就失了面子。哎，弟弟，妹妹说得有理。从今之后，你要改过自新，忠心耿耿奉家王上，女儿就答应婚事。对。
对对对，女儿为吾起草为官，官当朝一职，难道人家官马我不认吗？这爹爹，嗯，女人家不知道，快去。妹妹啊，姊姊，长爷那儿女婚事以父母之职，弟弟出资，你我不得为他，没办法，这是天注定的。唉，那好，还有弟弟做子，说此背后风雨，姊姊走吧，走吧。女儿啊女儿，为吾将你俩终身相许，你们实在是不知道为吾心中之事，我为的是他们家事，而臣家不知妇女高下，我不得不盼容咱们亲事。小女跟姑娇一根，我心事一人一人是同往花中落荡荡，我恰似面对新人天日阳门，怨只怨他无知杀中浪见人，我曾家死的重量与命生，倘让我今日与他配人婚，当人太相难走，自觉得
红枣两边挂起，小鸳鸯那边坐的是新郎，为什么抱起红巾为哪张？我还是是乃是同王化妆，为什么新郎不能揭开红巾？却是为何我言不详？今日既然来到陈家，待我还是上去先去问个明白。啊，那旁官人请了。那边正让亲来接礼，啊，贵生，你真是好想我称你一声贵生，你离给了我一声娘子，我才是叫你老爷，你该称我一声夫人。既成夫妻，难道这点礼礼都没有了吗？既成夫妻，道理真多啊！官人，我见你同王之言，尚美尽数。罪美不忠，大女子你有什么心事，何不得说出来，为此可以跟你分忧解愁啊。不是也罢了。哎，既成夫妻，仗义到夫妻之间，义不同乡，义难同当，有什么话还不能讲吗？只是这，那我在与你折折了。嗯，遇到是中间不相称，你趁早为娘妹。Ah!
人家来走人，倒不是为尊头来为娘们，不哭啊，万事都要三二四成，既然今日臣服气祝林雨水谁这是我的老母是大金财，我不与那是两条心，倒不是怪人为此乃是奸人女无语，乃是两条心，三月那我劝慰老婆从走人，买房官人三四成，你此往当子哪有家业，只怕你开始心扉吧。官人，我虽真乃是奸臣之女，妇女乃是两条心肠，你若是不信，我可以代替明日。好，你与我明来。苍天殿上，我美英贵在殿下，我与弟弟乃是两条心肠，有啥不说，无来决定。这是娘子言重了，贵生娘子，方才是我言语得罪，万望娘子恕罪。贵生不必客气，这不能怪你。贵生从今之后，夫妻之间也不同乡，也难同道，但愿你我夫妻爱抱得到老。但愿如此。不顾人人难将岳武大人本是朝中奸臣，那么娘子怕是能够为这娘家好好相劝于他，劝他忠心保家王上。贵人，我会慢慢的劝过老夫忠心走身，张一道来日奉上。好好好，一件事也不少，万请娘子早点安睡去吧。那官人请。请。娘子请。请啊。
给呀我年年进宫岁岁去朝，故而我心中不服，提兵起飞，叫一声报得，与我军情知道。今日临朝，不知有本章。臣启本岁，按刘本子有本起见。刘卿奏上。臣启本岁，大金榜有专表为进，亲王安龙不免读。哦，臣上龙座。哦。两败恩情，没想到大金榜当来李文正表，要得我去金水湖山，不知两败文武，才愿意领兵出征。这个万岁呢？这是翻着唐尊，造风文都。罗奴奴，臣不知他东当西子，曾经立下文拉功劳，万岁何不封他平凡元帅，请去辞官。自在为国尽忠，那好过来听旨。化身风里为东川，领勇兵十万前去抗敌。哎，领拿走。你却只有啥？万岁呢？今有臣不知王子寡法出征，老臣情愿为国养老，以往边关先王。哦，李卫青不愧是我大明忠良，岂是此过来听旨？臣奉命西川两座元帅同去出征。愚笨罪上无兵退场送将，
信不准这一那用。孙应用究竟撒糖切去三千分糖臣不我子，正因为他见风起帆皇上放我于柳边子东村西村好为一村光
原来我是刘太师。是呀，我在尊上之上，万众处你一兵。那好，你我要虚假小心，假扮一阵死去。先去地铁一把
人就是帮人头来。将他送到大带成功接了国外不下跪报好恨，既然没杀死你将下自取，要三个三要三个三，后边斗一啊，死到你的你外要亲家来呀，保育的他开开与我包下去再再再去吧。狼子息怒，哦，原来还是刘太师。狼子，你将陈国子当下去斩了，岂不太可惜了吗？此话怎讲？狼子正在勇奔之际，那陈国子无力告假，英勇盖世，要是得到此人，那该多好啊。嗯，此话说得不错，此人来归我所用，倒是一件好事。那依你之见，让我去试试他就好了。那就包在你身上了。好，那帮该是亲家亲了。你怎么会如此呢？亲家，你不知我别用心，既然来到此地，那我与你试试了吧。既然你不知，也难怪于你。当初你就是我先来百姓盼龙出门告亲，我为的是他们将士，我与狼子早有里应外合，也是为了在他们将士，我不免出征刮发也是我的用心。至今来到此地，我早日投奔大金宝，王权亲家为了在将士，万事令我还不了吧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上来我与王亲家的引领，打哈三剑客啊，老剑客，我以为你是一个雄中之龙，挺胸有勇，想不到你是一个马棍草，还想要我与你在此对照，你尽管当起我来了，我念你有一点亲家之情，来现在好言相求，你不肯提家都问罢了，还要骂起我来了，既然你无情，我服无你怎个得？我念你有点亲家之情，现在好言相求，既然你不肯与我走，这下由你去吧。王子，什么？他不肯答应，就赏他一点也是可可的。好，真是金鸡不吃吃了鸡。亮，将陈国子我包下里面当着屠了，与我玩玩的鱼子而死。让子确实放心，
陈国子那下众人就没有能将了。嗯，此日跟功劳皆是你。老子不需要是你，大家都有恩啊。自从老爷去得罪，身在家中不安宁，但愿上苍多保佑，老爷得罪为家门。走，请国夫人老爷赐信一封。赵四英是是想是老爷挂上他真日语素质，我身在家中心中不宁，想不到与书生未来对我擦拭开来。当下腾龙政府为我身在进宝，你们兄弟接到书生过来四对半宝，四对半宝。母亲，好，母亲，儿啊，想不到爹爹他违背到你四代反不了。像我家的本事数代重量，岂能做出此事？母亲，儿啊，父亲，我一家与他一刀两断。儿啦，你不要鲁莽，乃忠于古，我家本是四代忠良，岂为做出此事？母亲，什么事？你看，这书信上面笔迹好像不同，笔迹不同，那么那是代沟笔迹。对呀，我可不想滴滴笔迹，乃是必要过。等等。是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姑孙笔迹不同。儿啦，母亲，此番书生回来笔迹不同，内中必等于法，你可是如此好？母亲，我想弟弟回过去走。闭关之中，但我还是找到闭关，团亲就亲。要是弟弟他真的违背朝廷，不能拜皇，从此不是一刀两断。倘若弟弟身遭不测，我岂是也救回弟弟？你不会是人家的好女人，为娘的好儿子，为娘答应于你。此番你前去当庭军情，要小心为上。是，风枪枪，你我提枪带马。宝宝。
母亲，你回来了。你他到哪里去呀？好了，君内孙，今日你老母又说声回来，这个么叫你兄弟两人私对进宫，为娘放心不下。你兄弟先去当听众军，你来得正好，为娘放心不下。你还是去助他一臂之力。好，弟弟身在半方，接兄来了，待儿已滚上你去，捆个明白。母亲，在家死吃保重，待儿尽力而去准备吃。见面见死成亲，带我到台下对前一错。来自台下喊我下马。老婆，这是死的。
为过去生，老子告诉你，爹爹的爸，我千岁，我偏偏打家族而来，只有孤身一人到此。哦，你只有一人到此？那我问你，我家爹爹可在？你弟弟已经投入进洞了。那就包在我也接他一些。我看还是不接了吧，快快投入进洞吧。来，要么对吧？是非让我见到一面，这是不让我见面，我就不退。好，既然他要见，就让他见一面。嗯，那好，只得如此了。包大人，有。家臣可是包上阵来。好，你的孩儿才过去啊。哎呀，我是我钦佩老夫，忠心报复，一片丹心，一股有名，想不到你竟然今次推身怕死，马不见云，抬头不回地。什么老母，我念你念你不知内情，你怎么知道父母是被刘金城奸财对吧？四弟瓦邦李应满被犯什么情周必行生，当时徒劳不骂怎么心上面写得明白，你退失进房，将我和家老小钱的地方，难道万一假的？今天是这个见证给了父亲，我写的父亲叫你弟兄两声说了，父为我一子，平定半生保江山社稷。you
老爹我要两叉一刀，妈，妈。妈you
我岂能贪污民贵心？金钟罩饭太后爱，哪个不爱身在怪也要拼一拼。你不要放心，我要叫你来领。哎哎哎，你来吧。师傅，你走江海上。老贼光
在心。我站在府中不安宁，身经月飘为何影啊，你父亲苦于未来，弟弟他好于未来哩。老爷在哪里？好了，母亲，你弟弟在哪里？母亲，儿啦，弟弟他躺在这里。哎呀，老爷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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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间老。兄弟两人滚到金包，不知你家老夫在在人数哎哎，母亲，弟弟他是被李兵在老人所害。李兵家，弟弟并没有私定败报，还是李别在自己私定，还害弟弟开根私信，骗我一条。想要来是老子所为，我要为老爷报仇。振龙振虎，母亲，这五军你报与不报啊？五军不报，岂也不报？臣这样是黑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们要报你父亲之仇，两位奸臣之女，生在府中，竟然为娘下令。是你刚到两发啊，母亲当胸失气，母亲母亲母亲，爷爷大哥，爷爷啊，自从我们夫妻曾回来相见之地，今日娘请他到不列颠府下刚到而报，命令我放兄杀妻，
我这是扶持群众，那一下飞呀！张月道，不欺母面，自为不孝，你我不得不从。此次大功，请。得到院中做高上场，妹妹去。在上姊妹上上跪地做高上场，大愿保佑弟子心想来保佑，保佑公公得胜为长，儿子心想保佑婆婆福寿安康，三子心想保佑我们夫妻恩爱把岁家老。保不得，保不得！妹妹，做高文斌，万事为王去吧。去你！小畜生呐，不去，小奴才，娘。报父君小贼那日方才无此，你们儿子还是那奸人之女的婿君，现在见过为娘母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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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自意当庭，这难更改，你看此事该是好是好。大哥，要是妻子不成爱，哪也相对，杀父杀妻，为民不明，自为不孝。自古天大地大，母为他不听母命，自不孝。大哥，弟弟。道不明一位兄一志，你这样令我兄弟双双都父之情重，难以下手，不妨来一股条文杀之。这大哥，你我一直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，只得如此。而已，四次眼的情啊，大哥，你去三个眼睛，你告诉他，今生与他夫妻无缘，不惜共家，谈求来世再结思路。好，小弟之言，我定当老之在心。此次言的，请请。
不说，不说呢？既然你要为少爷死，你就要让我死个明白，到底是为了子，因我死个明白。其实你知道领队，我长得死得一个明明白白。你看，你母亲生得草重，才配正阳和归阳平。那得虚情假意，长门背水，俺把你两个姐在送上门来。前女的，她落了个无心，就生平败报，还很老虎。几个将我弟弟斩死金榜，我蒙蒙市民为保母亲来了客，且慢，二爷说说呢。虽然是我家老母不好，不应该对着反帮，还是我的公公。你可知道，我们母女乃是两条心肠。有其我非情欲，你气得花言巧语。妈，叔叔若是不行，我可以代天命子。代天命子，行。叔叔，苍天在上，事情我们应该在地下。我家弟弟不好，我情愿大逆灭亲，为公公报仇。大嫂，叔叔，大嫂，我知道你是姐妹两分嫁到我家，小姐公婆心中不许比我差错，真的是我母女难为呀。叔叔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到婆婆面前先去讲个明白，定为公公报仇雪恨。都是好嫂嫂，不必了。哎呦哎呀，不好！妈，我就用四的万方，不要假事。给我家老五的一万方，我对你不平，已经开始放，进我王面前来取你的死。你用我放，枪啊，枪啊！他爸。对我十分厚爱，今日因何要我一死？方才谢英和姑听得明白，原来是怪我家弟弟不给，不给马国舅用，害死了公公。可是他爸，你也该知道，一毛生就知。
爹娘是两心，我与爹爹那是两条心相，大不可非再偿我一命，偿我特地滚动反帮，将我家爹爹亲身纳位，再向你等赔偿。新生子女花言巧语，谁人相信？难怪他爸不信，我就在你跟前代天发愿。哎呦，这样求苍天为我作证，只怪爹爹不该马过去用害公公穿刺反帮，想我小女子情愿滚动反帮，将公公炸毁，想婆婆说不清楚，要与三心合意，天当雷轰不得好事。对不大伯，对不都是大伯两句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打不上的，打不上的，打不上的。啊，大哥，你可能下去了，我已经下飞了。啊，哎，马玉，啊，那我家娘子呢？哦，他也被我杀了。啊。我骗你的呀！什么？马云，哎呀，外号！怪谁？怪谁？怪谁？放心，打不好意。不死之，爷爷，今日此事，自恐怕母亲不会有此关心。大伯，让我们亲自向婆婆前去说明。想必他急忙去讲，急于急忙。大哥，你我一同去看见母亲。贵人是好母亲。拜见婆婆。要说呢，小翠母亲，不听为娘，却死为我。婆婆息怒，这不管官人与他不支持，是我们姊妹双双恳求他兄弟两人水下留情，让我们得向婆婆请罪。奸人之女，花言巧语，你们来做什么？婆婆，我们得知寡母家弟弟不给，四次骂过去哟。今日里公公已是难以挽回，不顾姊妹双双心相通，道反道，将弟弟召回，向婆婆请罪。母亲不行，婆婆不行，官人与大伯在此，姊妹双双多天不支持，用你们将来，苍天在上，姊妹在下，双双恳求上苍作证，姊妹心向大年母亲，实有三心二意，不得好事，任凭婆婆如何处置。好媳妇，是我错怪你们了，快怕死嘞！多谢婆婆宽宏大量。这日子，姊妹两人情愿大日灭亲，故来听令。在，我到官道进房为你公公报举，不得迂腐。哦，得令，得令。怪人，娘子，娘子。你们搬着马桶才与梨花井让我们姊妹协议，这是人好给我们拉马啊，对吗？
我的女儿、哦、女儿我来接驾郎子，这就是郎子，是啊，接驾郎子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哦，罢了罢了啊，哎呀，刘太师啊，啊，想不到你有这么两位美貌的女儿啊！哎，夫人，这个啊，哦，你说是可真佩服啊！哎，真是，女儿，弟弟，既然陈家不要你们了，将你姊妹俩滚出来！亏得你们啊，逃到外屋这里来。是啊。那好，喏喏喏，你看，龙子他见你们媳妇，我不得你们姊妹俩陪龙子，好不好啊？弟弟，啊，儿女婚姻该由弟弟做主。真是我的意下，那好。老子，嗯，就由我做主吧。两个女儿终身是配的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岳母大人在那小婿大力传吧。一起快快起来，多谢岳母。啊啊啊！该日不是常日，今天马上成亲吧。好，好，就由我做主。那好，八得天人。请上瓜灯接待，下红毯铺的宾起侍奏。好，那我也要吃喜酒去了。嗯，送着他们。哎哎，没人啦，浪子，哎呀，浪子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呀、啊？哎呀，我们姊妹去问浪子的为名，早想起来保卫浪子，今日嘛，总算是得尽龙颜。你们不是早许配结成家了吗？成家之子说什么？哎呀，总是浪子来的威风。哎，我明白了。张姨老人往过仔细地来嘛。嗯，对对对，聪明，我知道了。成家了，不要你们，我要你们啊！哎呀，多谢浪子。两小一颗的千金，来来来，姑啊我等不及。哎呀，浪子，你可知道，在我们中原啊，可有个规矩？什么规矩啊？大喜之日嘛，父舅不准死。哦，来哟，喝酒，吃酒，好。两位美人儿既然喜欢喝酒，那姑王我奉陪到底啊！那好，宝蛋儿，带酒上来。
你们中原的女姑娘能歌热舞，倒不如你们啊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怎么样？龙子啊，谁知我们中原之女为歌为舞，那两袖一开这气节，我们呀，快快去去，我上上二三去哦，好呀，对对对。是我请你一杯，想不到你们比我还心急呀！哎呀，浪子，他过去了，我们马上去的呀！哎呀，有道是连干三杯，好夫妻嘛，恩爱。好，还有一个连干三杯，夫妻恩爱，干杯！啊，来，来过不醉不休。好，来过不醉不休。来，浪子。哎呀，金鱼了，我们，浪子来，浪子，浪子，进来，好酒来。浪子，浪子，浪子，哎呀，没了，哎呀，该怎么？怎么回事？哎呦啊，好什么？哎呦啊，好甜！妹妹，弟弟妹妹到了，想我弟弟陪你受害，你们今生我兄弟俩才报无情来了。是啊，你为我们公公写来报仇，不然他就是我两生的妻子，今生你今年往去吧。浪子三杀。还云我家弟弟，他在哪里？我们先去寻找。哎，你走，去去。想不到人家他不养我女儿，你不养我女儿，我家女儿可以陪老子呢。之前多少言语劝告弟弟要吃胆忠心帮家救亡，想不到弟弟趁反而马虎去用害了公公，今日姊妹上上心来打你灭亲。弟弟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应该忠心耿耿帮家亡上，还是我的公公贵人你我之间还是帮我弟弟阿伟解除一万三百了，是此人好。哎呀，弟弟千万死不到啊，姐姐万岁就是弟弟西瓜女儿不孝了。